OK，我认真的了，我不想再生气了，宝贝。差一下，啊，我刚没有才闪如果现你了，我没不闪是你现的了，打飞，你弟，我没闪现了。不是闪不闪现的事情，你听我讲，是这样子的，你看你那一招，你那一招打不中，我们没有可能哎，杀到人的啦。行，宝贝，你的控能不能打中人呢？太菜了吧，一开局就这个样子。先打龙，先打龙，先打龙，他在干嘛？喂，不要去打呀！我逃了，为什么还要？你怎么一直骂我？我在骂你吗？对啊，宝贝，I'm not，我不是在骂你啊。怎么办？我真的很菜。你吗？没有啊，这是我的问题。不是，是我的问题，我不适合跟你一起打下路。也没有啦，宝贝，你刚刚也是硬拍辅助了。完了，为什么？风暴龙王如果打不到的话，就再见了呀。我现在过去打。哦，他们已经在打了，已经在打了，完了。啊，偷了，偷掉了，偷掉了，哈哈哈！我这个龙王偷的怎么样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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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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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哇，哈哈哈哈！